如果有一个家伙他要拿棍子抡我，他也没怎么练过，他教你一招没人敢欺负你，在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当对方持有武器的情况下，而且你已经跑不掉了怎么办？你武功再高也怕菜刀，有没有一个东西可以防身？那我们手里必须备一个甩棍，你可以不用，但你绝对不能没有，面对危险的时候就在前面画一个叉，啪啪。到这种胡抡胡打的时候，你只需要让他停顿一下。教你一招，以后没人敢欺负你。你不用花钱报那课班，你也不用换衣服、换鞋、选地方，而且能让你防身、强身还能瘦身。就把它往地上这么一放，就把它当成一个陪练。这个是实心的，打到脸上也没事。刚开始我们一个手先打，感受一下这个球的弹性，然后我们双手去打。咱们练一下格挡，就是让他打不着你。再练一下躲闪，就是躲开他的进攻。练一段时间，你把脚活动起来，把之前动作串联起来。就这样，每天打上300拳，练他一个月，普通人进不了你的身。